今天是中国农历的七月初一，在中国的习俗里是超度祭祀鬼神的一个月份，民间对这桩事情很重视。新加坡的华人多，所以这桩事情呢，也同样的被重视。超度的这些道理与事实的真相，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今天你们有个同学提了个问题，如何超度自己的家亲眷属，可见的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关心。事实的真相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必须要肯定。人的生命决定不止一世，决定是有过去世还有未来世，佛家讲的三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考量决定不能够只限于眼前。如果仅限于眼前，决定会做很多的错事，会造很多的业障。必然会招来来生后世种种的不如意。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都教导我们要懂得结缘世界，这个冤结冤仇啊，要用智慧去把它化解。不可以结怨。这个结怨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事实非常可怕，也非常恐怖。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冤结解除呢？根本是要靠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只有智慧才了解事实的真相。任何一桩事情，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后果，
果又变成因，因再发展，再结果，因果循环。这个里面的事就非常非常复杂了。何况这个因果里面还牵涉到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这个佛法叫缘。彻底明白，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我们今天看到世间有很多残酷的果报，决定不是单纯的因素啊，也决定不是这一生所造的业，它与过去世、生生世世都有关联。通达明白了，结缘是结，最重要的是要宽宏大量，能够容忍，能够原谅人，能够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冒犯。侮辱甚至于伤害一定要能忍受，他侮辱我伤害我，他为什么不伤害别人，为什么不侮辱别人，我们要能够很冷静地想想这个道理，就会明白这种果报必有原因的。原因若不在这一世，那一定在过去世，再过去世。如果想到这些道理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很乐意接受这个果报。报完了就没有了吧，绝对没有怨恨心，绝对不可以有再报复的心，再报复那这个仇恨愈积愈深越报越残酷不但报在自己，还连累了别人。那为什么造这种极重的罪业所以印光大师给魏景州的那一封长信，在今天是在家每一位同修都有认真去读一读的必要最近那个信的时候已经拿到台湾去，我们印成小册子，准备印10000本。家亲眷属在世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也是迷惑颠倒啊，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意思造作种种恶业受三途的苦报我们今天学佛了对他们很怀念，也希望真正能够帮助他们。如果是真正有效果的帮助，一定要真正修行正果。
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那就没法子帮助。那个帮助顶多饿鬼道，他得不到饮食，我们供养他的饮食。请他吃个饭，但是要晓得这种酒吧是临时的，即使我们很孝顺，每一个月份初一十五都祭祀，我们寿命有多长？我们能够供养他多久呢？即使我们活到100岁，我们100年当中啊，月月都这样供养，这算很孝顺了。可是知道饿鬼道的寿命1000岁。而且饿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个月，那我们能养活他几天呢？他还有多少那么长的时间他挨饿呢？我们寿命太短了，我们照顾他的时间很短了。要想一个长远的办法来帮助他，长远的办法一定要自己修行正果。我为什么要修行？为了要帮助他们，永远离开三恶道。这一个动力就很大了，动力来推动你啊，让你勇猛精进，不疲不厌，认真去办道。到我们修行有功夫，他们得的这个福报啊，也就是步步向上提升的。我们修行功夫得力，以念佛这个法门来讲，真正达到功夫成片，你的家亲眷属就脱离六道了，不是脱离六道，脱离三恶道，就升三善道了。诸位一定要知道啊，卧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很难。正如经上所讲的，如果他没有孝顺的子孙为他修福，要凭他自己果报，那就太难了。你看饿鬼道一天是人家1个月，寿命是1000年。地狱道那个地狱里面的一天它里面的这个时间长短不定。像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时差不同，但是最短的他们的一天呢，也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这是讲短的，不是讲长的。寿命呢，那我们一般讲的万岁万万岁，这也是讲短的。长的，那地藏经上讲的
无数劫，那他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所以都在卧道唯一的一个依靠，就是依靠孝顺的子孙来帮助他们。子孙必须学佛，必须依照佛的方法来修行，这是最有效的。而佛法里面修行的方法多，所以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么多法门里面，最有效的、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所以诸位要问，怎样超度自己的家亲眷属？那么现在，这个事实摆在面前，你能真正发心为家亲眷属啊，永脱卧道，你到念佛堂去念佛，这个事情是长时间事情，不是短时间啊。至少每一个星期去念一天啊。为谁念的呢？为帮助啊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个功德就大了啊！你在这一天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你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啊，报恩心。去念，哎，你这样做法对你的家亲眷属帮助就大了。你要问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道，你发心这个时候他就离开我道。哎，因为你发的这个心真诚，你做的这个事情实在，不是虚假的啊，不是等你念到功夫成片他才超生，不是你发心这一天他就超生到你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正果了啊，真的是小果不大啊，他升到三善道，那个福报就落实了。这一发心就离开呀，到你功夫成就，他的福报就落实了。你的功夫不间断，不断向上提升，他就永远不堕三恶道。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诸位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看到光目女，我们还能不觉悟吗？啊，那是佛菩萨实现的，做样子给我们看。可是佛在经上一再地勉励我们，这些亡人得福只有七分之一，
啊，所以他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而且在六道里面，他的福报仅限于人天，啊，而天上也只能到桃李天，啊，四王天、桃李天，也就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再往上去，我们帮不上忙，一定要靠他自己修行。啊，那么他自己会不会修行呢？一定会修行。啊，他在三山道啊，有这个善缘。啊，自己这个家亲眷属里面有在佛法有成就的，这就是有缘分的。他会遇到佛法，他自己会努力修学啊，那么他的境界可以更向上提升。理事我们都清楚都明白，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啊。通常念佛啊，自己一个人念，发心虽然好，没有外缘帮助，如果自己业障习气重，很容易退转啊，功夫不得力了。一个如理如法的道场，这是我们修行的正常缘，这个缘太殊胜了。希望每个道场都建念佛堂，大家通通都念佛。可是这个里头有个还有一个因素，一定要明理，明理就是要听经，不要找人家讲经的。实在找不到人讲经，这个文法不可以中断，不可以没有。我们现在每一堂经、每一堂讲经啊，都有录像带啊。我们录像带可以提供给其他的道场啊，你们每天可以播放2个小时啊，然后建念佛堂。去念佛我们念佛念到功夫成篇，念到一心不乱，别说是你记得的啊，这一生当中的家亲眷属超多了，过去生中的生生世世你不记得，你也不认识了，那些家亲眷属也得度了。我们想到这段事情，自己要不认真去修行，不努力去修行，怎么对得起家亲眷属？怎么对得起历代祖宗？啊，所以我们进念佛堂，报恩心去念佛，知恩报恩呐。啊，这个恩德就是一个动力。推动我们认真努力精进不懈啊，他们在卧道里面今天没有能力，完全靠我们明白佛法的人，懂得佛理的人啊，认真依教奉行，他们就得度，他们就能够离苦了。
人人都懂得，人人都明了，人人都存报恩心念佛，眼前世间种种灾变都可以化除啊。啊，可以达到如佛所说啊，过泰民安呐，啊，人民安乐。所以这个念佛不仅是为自己，为家亲眷属，为一切众生。那我们学讲经的同修，每一个星期也要去念一次。啊，对于我们学经教大有帮助。啊，第一个，你每一个星期有24小时在那里修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你48小时在那边啊，24小时在那边念佛。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对你言教啊、开悟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心不清净，这个言教一辈子都不能开悟。啊，必定要有真实的功夫。啊，真实功夫是我们弘法利生的基础啊，不可以不知道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